好，欢迎回到川金会的节目现场哈。那么各位刚在画面上有看到，就是川普总统的专机啊。那么现在他已经登机了哈，现在空桥都拆要移走，准备飞机准备要启程哈。这个时间呢、比原定的要早，本来川普是预定要在6:05的飞机要离开河内飞回美国哈，那等于是提早了差不多1小时啊。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川金会啊，在两边的工作团队今天早上10:50开始进行这个会谈呢，结果很显然的哈，是一些问题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啊。那么所以呢，在下午2点啊，这个本来他们的工作团队会议是准备进行到1点，然后就要吃午饭，结果呢，会议一直进行到2点都还没有办法有决议。那既然没有协议，所以3点原定由川普跟金正恩两个人共同来签署了这个所谓的峰会的一个协议呢，就没有办法进行。那川普原定4:50的记者会就提早在3点来进行哈。好，我们前面一个阶段呢，已经跟大家把就记者会上所传达的一些讯息啊，跟大家都做了一个说明哈。那现在最后的一段时间呢、我跟严振声教授呢，就我们新接收到了一些更多的讯息跟一些观察来跟大家做分享啊。好，我们先是看到了哈，这个在下午2点啊，传出这个整个川金会没办法达成协议啊。虽然用语上大家不是说谈判破裂了哈，因为可能也不能讲破裂哈，破裂通常是不欢而散哈。但是呢，这一次呢是这个散的哈，但是并不是不欢啊。那么没有结果，这是事实。但也许它对经济的影响还是蛮显著的。亚洲整个股市哈，在下午之后都惊吓急跌哈。当然，南海是首当其冲的哈，股市汇市双双重挫啊。那么三星电子跟海力士啊，这两家大企业分别重挫3.5%跟5%哈。因为原来传闻说北韩可能接下来会市场开放，那么来南海可以受惠哈。那么这个有一个叫现代电梯的啊，它的股价崩跌了将近20%哈，这个就是期望这个落空的一个情况哈。我们台湾今天股市是28连假休息，但是日经啊也跌了差不多1%啊。中国上证也下跌了0.4%啊，但是中国上证可能不见得是跟这个有关哈，最明显的应该是南海跟日本哈，跟日本的部分。那美国股市也受到一点影响哈，但是没那么大。好，这个经济面的部分，这当然反映说整个国际或者至少在川金峰会之前呢、所有的释放出来相关方的讯息都是朝比较正面的，给大家一种期望值哈，但是最后并没有能够这个实现。而没有能够实现呢，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他自己也讲得很清楚啊，他说是因为啊这个我们对要求的无核化的这个全面无核化呢，那么北韩要求的这个解除经济制裁啊，这中间啊没有办法互相的答应这个要求哈。好，各位画面上看到就是川普总统的专机哈，那现在已经从河内机场开始滑行哈，那么即将要这个飞离开这个川金会的地点啊，从越南河内直接飞回，这个可以直接飞到华盛顿吧？应该可以，应该可以哈，以他们的专机哈。好，这个严教授，我想这一次的这个会议上啊，那么刚刚这个川普总统记者会上有人注意到一个现象啊，什么现象呢？就是中国的媒体哈、获得了很多提问的机会啊，这里面包括深圳传媒集团、广东卫视哈、还有中国环球电视网，还有环球时报，这四家至少四家中国媒体，还有一个上海的媒体，还有一个上海的媒体啊，上海的媒体对。那当然他们提的问题也是各式各样的啊，其中也有人问到说这个对于美国跟越南的关系和将来的美朝关系啊等等的哈。那么最后啊，我们知道说没有一个所谓的协议啊，当然就代表说没有一个停战的协定，也没有一个和平协议等等啊。那这个对未来的发展或者说对中国最相关利益方利害方但是不在场的中国啊，你会有什么影响？我们知道这个朝鲜战争啊，或者说我们讲说韩战结束之后，签了这个和平协议，但是当时签的和平协议一共有三方，一个是美方，一个是这个北韩，那另外一个是中方，而没有南韩啊。所以假使今天美国要跟北韩达成一个和平协议的话，是
那中方是不是也要有参与？那这次如果真正签了，那到底中方的角色何在？那没有签的话，等于中国避免了一个比较尴尬的这个状况。那说不定我们不知道，说不定美国认为说，因为美国跟中国大陆已经建交了，所以关系已经正常了，不会再有敌对状态了。那但是今天这个我们还是要回到原来你当初签协议的三方。是，那如果今天你要停战了，完了之后你要取得一个不是停火协定哦，而是要取得一个和平协议的话，或者说中战协议，那这个还是可能应该叫当时战争的三方嘛，啊，就我自己做非洲内战的，对啊，非洲内战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譬如说有好几个叛军团体，那当这个和平要达成的时候，有一些愿意跟政府签和平协议，有些不签。那表示说不签是不是说就表示他不支持？当然是不支持。那他就可以继续维持跟政府的敌对状态。那我当然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大陆跟美国并不是敌对状态，但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在可能在法律上面啊，在国际法上面要去研究的议题。那至少这一次我们不需要再去讨论了。是。好，另外呢，我们看到大陆的外交部啊，在川金会的这个能够协议没有达成，几乎是同时的哈，有宣布啊，这个例行记者上宣布说，北韩的外务省的副省长外务省的副相啊李吉成啊，那么今天访问中国哈。好，这个中国因素啊，事实上在今天的大陆的媒体的记者的提问上，也有人问到哈，问到说，在问川普啦，说你跟金正恩的会谈当中啊，有没有谈到中国的角色啊，或者中国的协助，或者说习近平主席的部分啊？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事实上在正式的会谈之前呢，这个川普在他的 Twitter 跟他公开的讲话，也都不吝于去称赞说习近平在过程当中给了很多的协助啊。那么您认为啊，这样的一个谈判没有成功啊？那么对于这个接下来中国在这件事情上，在朝鲜半岛的事情上的一个角色影响力会怎么样？应该是还是会就至少维持可能更多啊，就是说表示美国跟这个朝鲜之间如果没有达成协议的话，那中国大陆的角色会持续啊。但是我们看到今天问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川普不断是称赞这个习近平，但也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哎，朝鲜跟中国大陆的贸易关系占了93%啊、哦，那这个意思的可能我觉得还是在提醒，就是说我知道今天如果完全做到了制裁的话，那金正恩可能更愿意妥协来签署一个和平哦，说这个开小门呢，说中国在开小门，可能有中国在那边开小门的这个状况，那但他没有讲啊、哦，但无论如何，我觉得就是美国。还是认为中国大陆在这个美朝之间是扮演了一些角色，特别是我们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金正恩回去啊，还是要经过中国大陆，可能没有谈成协议，他也不需要跟中国大陆讲什么。但是你经过这一段，都是会有一些我们没办法预测的事情吗？没错哈，这个本来啊，这个在金正恩这一次出访哈、啊，假如后面时间没变的话，他明天后天还要在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啊。那他是23号离开平壤的，回去的话，3月3号才离开河内了哈、啊。这个将近10天的时间啊，现在飞机已经起飞了哈、啊，川普总统的坐机、啊。我们就在想说，川普到底在想什么？哎，我估计他可能川金会都放到一边了哈、啊。现在在看的是幕僚给他的这个，然后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准备发推特了。啊，可能准备发推特了，有可能啊。对，媒体可以开始关注啊。就他要做他自己的解读，就是说，哎，我在保障美国的一个利益啊。虽然我们没有达成，但是以我个人啊，跟这个金正恩的关系啊，那我不但维持了这个朝鲜半岛一个稳定，然后不是一个具有核化的，就朝着这个非核化的目标走。那更重要是，它不会成为美国的威胁。是，好，那会不会成为美国的威胁？其实有一个关键啊，就是。北韩呐、啊，对于这一次谈判没有结果哈、哦，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我们现在就不知道北韩的解读。我们的确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的困难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讯息都来自美国，啊，都是美国的白宫的声明，或者国际媒体，川普或者国际媒体或者川普本人的一个记者会上的一个说法啊。那么，但是完全没有北韩的消息。当然，从川普这边讲出来，他大概也不会说太大的扭曲了。他说，大家互相气氛还是很好。那么，称赞是个建设性的会谈，
孙山说大家他是我好朋友等等，对，而且我们从大家都观察到这一次竟然金正恩回答了一个记者的问题，在这个访问之后，是，那大家也问到他说你会不会记者，然后就讲到说哎，好像你们谈的怎么样，他说我希望会有正面，就是他们大概也有一个底，就不会那么乐观来看待一定能够达成一个什么协议，是，那就是回去以后看北韩怎么解读，就说哇金正恩啊为了国家的利益并没有做任何的妥协，说不定是这个样子。对，这一部分当然我们刚前面的节目也有讲到哈，就是其实这一次的北韩啊，官媒哈是非常高调的来报道金正恩的行程啊，这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过去啊他通常是要等到出访回去之后啊，对对对，才报道的，这是基于这个安全的问题啊，这一次是从23号开始，北韩的官媒就把他每天的行程啊，从离开这个平壤啊，到了这个中国的丹东、天津这样一路下来哈、那么北韩的这个劳动党啊，劳动新闻啊，就是他的大概是类似中央日报了哈、那么在昨天的头版哈、刊出金正恩在越南第一天的行程跟照片啊，那么有一段话说这是个历史性的外访哈、那么甚至当然有一些报道是我们刚前面也讲到。我们现在看起来会觉得不可思议啊，说因为国家亲爱的领袖出访哈、很多人已经想念他了，国内民众想念他而彻夜未眠啊、所以整个刺激工厂的生产量上升了哈、就是大家为了报国哈、等等哈、这当然是一种用国家机器的渲染，但是某个角度来看也表明说整个北韩是要比较塑造一点对这个整个的会谈是有所期待的，对，是希望能够获致相当的一个这个成果了哈，因为事实上从去年川金议会之后啊，后来两边有几个月陷入僵持嘛，那是到今年元月的时候，是平壤主动提出来说能够能够再谈，大家都讲说啊，那是不是因为你的粮荒的问题，你的各方面的问题啊？某个角度来看，应该说他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平壤北韩更想要这个和谈。对他经济上的困境能够解除，当然就是说希望制裁能够拿掉。但我也看到的是说，从去年的第一次会谈在这个新加坡到现在，是北韩原来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啊，就是在经济力啊什么的，对，或者国际影响力，除了他用这个核试爆跟这个飞弹来这个吓到邻居之外啊，其实他们有什么角色？我们也知道韩国过去啊，特别北韩北边。他们叫做这个Hermit Kingdom 啊，就是一个隐士啊，根本就藏在那里的。他那个角度就是接触西方也要就是透过日本这边，所以现在回头来看，就是北韩今天金正恩能够跟川普平起平坐，他的祖父、他的爸爸都做不到的事情，他做到了啊。那当然，他也希望继续能够靠着这个跟美国的川普的平起平坐来提升他在国际。或者国内的一个这个政治的地位，我觉得这个是他已经达成的，但没有达成协议呢，也表示说他可能没有完全为了平起平坐而牺牲了北韩啊的国家利益，这也并他们可以做这样的解读啊，是，所以你的言下之意啊，因为有人担心说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让平壤决定放弃用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不会啊，就是说因为毕竟啊，就是说这次外交的这个，因为如果说我们今天譬如说我们现在拿平壤的问题，这个北朝核的半岛的问题，朝鲜半岛问题跟委内瑞拉来比，那委内瑞拉你今天可不可以用外交来做协调也可以，但是美国看起来已经不采取外交，而是准备用军事行动，对不对？美军已经驻扎到哥伦比亚准备介入了啊。那大家就是在处理国际危机的时候，有外交途径，有这个战争的途径。那今天对军事途径，那如果今天对北韩，他还没有开始攻击你，他也没有做任何的时候，你当然还是应该用外交的途径。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其他的途径？所以虽然外交途径这一次看起来没有达成目标，但是并不表示外交途径是失败的，至少看起来他们没有恶化，没有恶化，他们两个人领导人，而且都是表情都还是蛮不错，就是彼此还是称赞的。我们不知道金正恩了，至少这个川普是称赞金正恩的，那表示他们后续可以谈，而不是说今天撕破了脸。那这个总比我们看到其他的地方，美国过去他如果看，譬如说在中东地区也好，或者在这个
拉丁美洲，他就直接用军事介入。那这个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北韩继续采取外交的行动，对美国来讲还是比较好的。对，但是我们不知道金正恩的经济上的压力哈到底有多大。事实上，在本周二哈有一件小的新闻，国际新闻插曲啊，就是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港口哈的一艘中国的货船啊，被荷兰的海关当局查扣了90,000瓶的伏特加。那么据报了，这批货是打算要运往北韩哈，那么这是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禁令啊。那么据说就是要给金正恩还有军方的高层了哈。那这一批烈酒哈，当然现在被没收了哈。一直以来有一种说法，就是北韩他们是透过一些特殊的管道来满足啊这个高层跟领导人的一些奢华的享受啊。那么现在如果这个所谓的国际的经济制裁啊，不但让老百姓的这个所谓的，连现在我们昨天讲到说这个配给粮食啊，甚至已经从500克啊降到300克哈、恐怕连高官的这个奢华享受也受到影响了。哦，当然，所以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如果今天北韩真正被全面性的经济封锁，那应该很快就会愿意妥协了。对，那为什么没有完全妥协？可能因为中国大陆这边有一些漏洞让他能够，俄罗斯搞不好也给他一些方便，甚至对会给他一些方便，那才会让他这个政权能够维系啊。那所以我相信美国也在提醒中国大陆说，我大概知道你有这些这个漏洞，让你能够继续对北韩做。就刚川普说的93%对对贸易是跟中国，因为如果说它是一个非常 diversify 啊，就是它的经济是非常多元的话，那你就比较难。但是今天它如果93%的贸易就是跟这一个国家的时候，那这个国家的影响力是最大的。它只要放松一点，或者我们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时候，那这个私底下我们讲的边境贸易 border trade 就会发生嘛。那如果这个发生，那表示说因为北韩毕竟不像台湾啊，是一个岛。台湾是一个岛，如果真的有人要做经济封锁，是封得起来的啊。那可是今天北韩还有跟大陆这个接壤，那南韩当然不太可能，但是跟大陆的接壤，那而且在大陆那一方又有这么多的，我们讲说在东北朝鲜族，对啊，说这个，对对对，所以这个如果说有一些互动，一点都不会觉得说是奇怪的。嗯哼，是。好，这个川金二会哈、在越南河内啊，那么并没有能够如预期大家所期望的能够达成实质的协议啊。那么原因刚大家已经讲了哈、就是一个要求全面的去核，一个要求全面的解除经济制裁哈、互相不能满足，但是呢彼此这个生意不成仁义在哈、有这么一句话哈、用川普的话，他生意人嘛哈、好，那这样子的话呢，问题是我们讲到说，接下来川普回到美国之后啊，那么一个没有协议的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哈，那他回去的话，就本身跟朝核政策来说啊，川普会不会有一些压力或者什么样的国会在野党的攻势，他要去面对的？哦，我认为当然川普现在在飞机上，他一定想到是要回国，要面对这个科恩的这些证词啊，对对，他要想一个说法。那但是如果说从他外交国际的角度，他会认为说，今天朝鲜半岛的和平若能够达成，那大概是他任内在外交上面一个很大的成就啊，所以他一定会希望不要完全破局，而且在他明年选总统这个之前啊，甚至在初选期间，他不需要面对挑战，都是民主党在做的时候，他可以再找到他的 spotlight 啊，这个镁光灯啊，如果他能够跟金正恩达成一些协议，所以这个过程我认为不会停啊。而且我刚才前面提到，如果今天看雷根在这个Reykjavik 啊，雷克雅未克冰岛首都那个表情，对，你就觉得说当时他跟这个这个戈巴契夫谈判的时候是破裂的啊，是比较难的。但是今天川普看起来好像这个气氛还是可以，那还可以继续谈，所以我相信川普会把他这个谈判成功，然后达成一些协议，还是为未来他剩下这个第一任的期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啊，希望能够做到。但是我们回头也来看，就是说你今天要求对北韩要全面契合之后，你才能够解除全面契合这个制裁。那我一直强调就是说，双方的互信是要建立在
我今天让你看到我的一些啊，这个核爆厂已经摧毁了，是，然后我让你看到我已经不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啊飞弹的试射等等，那你是不是可以先解除一部分？对，但是从美国的或者是有些国际这个专家来看，你只要解除它一部分，他可能就会维持他原来的这个状况，而不愿意继续。嗯，那所以你川普今天用一个越南模式来诱惑他，嗯，哦，但是你如果今天只是开放了一部分，搞不好金正恩就靠这一部分，他就可以解除他国内的一些经济的危机，对，那也不会愿意再继续做更多的妥协了。所以我认为双方在这一方面大概互信还是不足的。嗯嗯嗯，是。互信不足，但是又各有需求了，对，都需要再进行你勾写的下去啊。所以呢，大概可以确定一点哈，就是至少在2020年之前呐，嗯，第三次川金会大概是可以预测的。我觉得预测一定有，一定有哈。这个当然我们不知道下一回地点会到哪里，不，只要到泰国嘛，到曼谷，对，在曼谷啊。那我们只要确定一个，就是第一点，嗯，只要金正恩不再试射飞弹，对，只要金正恩不进行核爆，对，对美国川普总统来讲，就他已经达成了朝鲜半岛的可以稳定，那我可以跟他去谈啊。那我也一直认为说，刚刚主持人提到曼谷会是一个好还不错的地方，但是曼谷现在啊，泰国在进行选举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那其实南韩板门店还是一个好地方啊，然后让谈的时候会让南韩感更感觉到说这是攸关南韩的利益啊，所以我也觉得说，既然金正恩到过板门店了，对，南北韩的这个领导人也都互访过了，其实就在板门店啊，那我觉得在双方可以一天在北边，一天在南边啊，然后让这个大家可以感受到说，哎，确实带来了朝鲜半岛的一个和平。这是一个有可能的地方。这个当然这一次的没有结果哈，最失望的我们刚刚讲过就是南韩了哈，股市都股汇市都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川普刚记者会也讲说他即将要会文在寅接下来会跟他见面哈。您觉得接下来南韩文在寅这一边啊，就这个事情对文在寅是个打击吗？我觉得当然他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结果啊，那文在寅现在国内也碰到一些经济的问题并不是那么顺利，是，所以应该是他会在下一次出访跟川普见面的时候会有更积极的一些这个啊表态，希望能够在啊下一次的川金会上面有达成更啊比较重要具体的协议，那这是我觉得对文在寅来讲是还是很重要，当然他会很失望啊，因为他毕竟文在寅所代表的从卢武铉之前的金大中这个阳光政策跟北韩的和解到现在为止，虽然他自己完成了，可是朝鲜的这个非核化还没有完成啊，所以这是这从南韩的角度来看，但我觉得说这一次大概感觉到比较满意应该是中国大陆，因为并没有达成协议，对中国大陆来讲是好的，表示习近平的影响力还在啊。那未来我们也知道，就是川普要跟习近平见面。对，那当你没有达成协议之前，中国大陆的角色总是一个筹码还在，还感觉上它的有一个特别的筹码。那对中国大陆，在这个时候啊，那大家会看到，就是下面马上他要两会的这个布局啊，那会。我觉得重点又会回到中国大陆在这个两会的布局，而不会讲到这个朝鲜半岛的意思。是，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哈？这个川金会没有结果了哈，南韩最失望哈，南韩失望。那中国大陆呢？最怎么讲？一块石头放下来，哎，对对，是不是？不，至少就是因为他们达成协议有很多不可预测性，对。那这个东西对中国大陆来讲，就是说至少会造成中国大陆在的影响力的降低，那现在没有，看起来没有嘛。明白，就是说如果两边达成协议的话，那接下来就照着协议往下走，对对对，也就跟其他无关的哈。那现在几个时间点又掐在一块，因为要继续往下谈，那么金正恩啊势必啊适当时间又要去拜访他的习哥哥嘛，去请教啊。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中国的角色，中国的影响力啊，你就摆在那个地方，对。然后呢，现在又有中美贸易的一个最后协议的阶段啊。那么这个现在川普已经讲了说要往后延这个生效的时间了哈，这生效时间，所以变成啊，这个朝核问题的中国的角色跟贸易问题的中美之间的交易啊，这中间还是可以。哎，我觉得还蛮像的哦。你看那个
中美贸易啊，这个之间本来说是今年要开始啊制裁，那不就要提高关税？结果哎，结果延了两个月。对，啊，延两个月，现在又三个月，现在又要延了。要延，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这个有点像这个美国跟这个北韩之间的谈判。哦，这个谈了一次，第二次之后又要演第三次，第三次没有具体，可能这个就是一种维持热度的一个方式啊。但是呢，对中国来讲，其实延缓啊，达成就是这个制裁，其实中国已经赢了。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样，而且到了第三次你再提制裁，大家已经觉得没有力了。美国如果真的要再提，所以我相信不会有制裁了啊。那同样。对南北，所谓不会有制裁是什么？就是对贸易的制裁，就是不是我的意思，关税了，关税就是关税。你说中美之间，中美之间的啊，就是说你因为第一次已经延了一次，然后再延第二次，那你再见面的时候还会再延第三次吗？那要看条件的，对，但是好像现在看起来，刘鹤他们说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嘛，对不对？包括智慧财产权，对不对？要把它全部翻掉，对对，就比较难。那美国跟这个北韩之间也是这个川普跟川金会之后，这一次好像没有达成，但是你也不可能在下一次说，哎，我们推翻了过去谈判的基础，所以我相信下一次如果见面，还真的会有具体的结果。好，这个刚刚的川普记者会上哈，事实上也有记者直接问到了哈，就是他上一回去年六月啊，川金会新加坡会议啊，就突然间没有跟美国国防部讲，就是说我们的军事演习啊。就不要了哈，对对，哎，果然真的不要，到现在就没有了哈。那他刚才又讲说，因为好贵啊哈，军事演习的停止，美韩军事演习的停止啊，对朝鲜半岛的平衡跟动态发展影响到底大不大？我觉得这会让这个南韩，对美国的承诺，至少在川普任内，会有一些质疑啊，就是说到底美国啊这样的这个美韩同盟。啊，当碰到一个生意人的川普，是不是真的还在乎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国际战略的一个考量？那我觉得南韩政府会比较紧张，那同样日本也更紧张，就是碰到川普这种不按牌理出牌的方式啊，甚至把这个军事同盟当作生意来看，觉得哦，我吃亏了好多，原来要花这么多钱。但是又在这，你回头又去想说，川普是美国，就是说从奥巴马到现在以后，他愿意提高美国国防军费提高了最多。对，那你提高了国防军费，你不用在这些啊跟同盟的关系，你到底干嘛？而且不但提高了，你既然已经提高了军费，你又天天跟这个跟着要钱，要保护费，他不是从北约拿了多少钱回来？对对，要保护费。那我就觉得说这个是有些矛盾。那大家到最后相信，就是说如果今天。我这个国家不值得你花这么多钱保护的时候，你还有没有这样的承诺？那只好自己来保了。对，我所以自己来保，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川普比较难预测，所以大家可能还是希望看到说，哎，未来是不是如果是民主党赢了2020，一个新的总统至少让美国跟韩国、美国跟日本之间这种双边的这个我们讲同盟关系。比较稳定或制度化啊，因为毕竟川普，你看能够让片面就取消了一个啊这个军事演习，是让人家有一些担心的。对。那么会不会因为这样反而让韩国人哈更希望自主的去追求半岛的和平哈？因为其实虽然有美国的一个保护了哈，就是韩国为了维系啊在朝鲜半岛因为不和平所带来的成本啊也非常的大。国防的支出啦，征兵啦，全国啦等等这些的。但我觉得说，从文在寅这样的一个 approach 啊，一个方式，对，从去年见面这个文金会之后，其实北韩跟南韩之间的矛盾已经少了一些，就是慢慢的，我相信北韩也看出，过去北韩很相信啊，南韩是要把它吞掉的，对，一直都这样，一直相信，而且骂他是傀儡，哎，对对对，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说。我觉得从几个左派政府啊或者民主派政府来看，金正恩大概相信说，从金大中之后啊，包括卢武铉，包括现在的文在寅，大概并没有要推翻啊这个北韩政府的意思。如果今天他们未来啊达成某种协定，一个一定可能统一的状况，一定是一个邦联体制，啊各有各的政府，不会是一个就是一方强行把另一方给统一了。是。
好，这个当然这样的一个发展哈，我们还要随时在看的。我在想，因为现在理论上来说啊，南北韩南韩的政府政权哈，他们保守派所谓的进步派哈，也是换来换去。对对，每十年换一次。对，然后像不像我们台湾蓝绿啊？然后这个当像国民党前面马英九执政八年的时候，两岸关系大看起来都不错啊。然后当时大陆是不是觉得说台湾人就是向往统一啊？哈，那现在民进党执政了，他又觉得说台湾人是不是都反对统一啊？那现在南韩社会啊，如果我们都不要忘记，文在寅在这一次上任之前哈、啊，在朴槿惠的时候的两韩关系啊，曾经恶化到非常的厉害，也不过三年前两三年前的时间呢、啊，是不是？不过我觉得朴槿惠代表的是他父亲传统以来啊，这样的一个比较对北韩是采取。坚定立场，代表军方啊等等，是不愿意妥协、不愿意谈判的。是。那但是美在韩国，我们知道一直有一些左派的学生运动，过去当然是有些崇拜他们的主体性啊，什么北韩的这个出圈啊。是。那可是到现在，慢慢的就是说有一些。这些对北韩有幻想的，是我觉得已经没有，但是他们是从实际的角度来看，来看两韩的和解啊，并没有想要把北韩给并吞掉。嗯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南北韩之间的气氛是有些缓和，特别是民主派执政的时候，那你没有要强行把你的这个政治体制或经济体制强行。加注在北韩的身上，让北韩没有感觉到威胁的时候，他就愿意 不会成为一个对南韩的一个威胁嘛。那我觉得这个是大概现在目前的氛围。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南北韩之间的这个就是我们讲说是一个detente好了，我们讲说低档的一个状况哈。那比起两岸之间，现在看起来好像我们还比较更紧张一些。对这个两岸跟两韩关系、啊、真的很有趣、啊、其实在08年到15年、啊、这中间两岸关系的这种平稳、啊、跟频繁的深度交流、啊、是很多人拿那时候有些南韩的朋友那时候南北韩关系很坏、啊、经常我记得一下子这个岛发生战争、对一下子那个岛延平岛一下这样子、啊哎、突然间、啊、从2017年以来、啊、18年以来、啊、刚好相反的、啊但是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2020之后会不会又倒过来啊？不过我觉得我们两岸跟两韩之间、哦最大不同就是说这也是韩国朋友跟我讲他们很羡慕台湾的是两岸之间的经贸是一直很紧密的对但是高层而且人员往来、啊、人员往来但是政治人物不见面那当然有一个马习会那个可能是算是少数例外那南北韩之间呢是高层常见面但是呢真正底下做生意都没有人民的互动，没有人民的互动，没有经济的往来，没有教育的这个往来，那所以他们反而是羡慕我们啊，过就是说长期以来可以跟这个中国大陆有几乎啊，就是说经济、文化、什么教育这些方面的互动，他们没有啊，但他们高层好像在做一些，所以他们的这个关系的和解要靠高层。那两岸关系好像就是人民之间的互动。可是，哎，这样讲，我们这边基础还更牢固。对，应该是更牢固。因为就算上面高层政治发生变化，他也不敢完全的。对，也不敢嘛。你看，我们讲说陈水扁执政的时候，两岸的这个经贸。提升的更多对不对比任何时间那过去民进党所担心的说哇如果我们两岸的这个贸易占我们的总体贸易量超过35%以后就非常危险现在都快40%了就加上香港对不对所以感觉上面就是上面谈不拢可是下面还在继续在互动嘛那我觉得这个是韩国人蛮羡慕相较之下南北韩啊你只有靠上面啊那树枝上的这个树梢动了一下之后，你底下的主干呢、啊，就底层的社会的往来没办法去。但是他们上面为什么可以建？就是感觉上面两个是平等对等关系。对，我们这边谈对等，但是好像大陆把我们当作地方政府，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而且不要忘记，他们两韩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对对对，哎，都是会员国、啊。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好像最近有人在谈说，两岸要不要签和平协议啊？那有人就讲到说怎么签嘛，用什么身份来签？
用交战的一方，那台湾现在就又不是了，又不是。然后呢，是什么中央对地方吗？对，政治当然台湾不会愿意，对，台湾不愿意。而且还有一点，大陆如果要签的话，为什么要签和平协议呢？现在并没有不和平的情况，没有错，那这是要往统一的方向走，才有签和平协议的必要。我觉得可能可以签一个叫忠诚协议了，这是美国最早提议的。对对对 ，interim agreement， 就是我们来看看我们未来两岸的关系应该朝着哪个方向走，这个是可以签的了。但是大陆很清楚啊，是统一是他的诉求的主要的方向嘛。当然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就是跟南北韩跟台两岸之间比较大的不同，就南北韩他们还是愿意朝一个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可能北韩方面是希望是一个邦联哦，对，啊，让他维持他的主体性，对不对？那南韩也就是希望联邦，但是至少这个统一一个韩国这个概念还在啊，那可是两岸之间一个中国的概念在台湾方面就已经受到很大质疑，对，越来越淡。对，当然两韩的互动哈，我们这几年的确看到不断的在演进哈，包括2020年的这个东京奥运哈，现在国际奥委会已经宣布了，两韩已经申请哈，有至少四个运动项目啊，他们要一起合组，没错。然后另外呢，两岸还联名哈，要申请啊，这个多少年后的这个夏季奥运，由两岸一起来主办哈。我自己啊，就是去年的时候，我最记得亚运啊，是在雅加达举行嘛，那我在看那个得奖牌数，对，就看每个国旗嘛，像看下来哦，大陆最多，日本、韩国什么，哎，就看一个国旗，我说不认得啊，是一个半岛旗。结果原来也得了一个奖牌哦，对，那是就是南北韩的联合部队，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很有趣啊，就好像是无国籍的，对，有点像无国籍，但是他们得了一个奖牌哦，那表示说这个还是有卖点，这个有意思，这个等于他们各出各的代表，我知道，所以这个有点像以前我们讲的叫三中啊，三就是说一个屋顶一样，一个屋顶，对对对对，有两个屋顶，上面再搭一个屋顶，再搭一个屋顶，这样的意思。对，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什么队伍可以跟大陆组共同的，就是会变成刚好是互补，又可以有夺牌的机会。但是就是像你刚讲的，第一个南北韩的人口量体还是比较接近的，对。第二个，他们土地面积也稍微接近一些，他们已经解决的国际参与跟代表性的，对对对，他们这个这一部分没有，对，我们还是有这个问题嘛。而且我们这个问题主要是大陆，他心理上他不，他从以前两岸经济哈，曾经台湾占 GDP 大概可以占到到了45%的时候，大陆都不让你有这样的国际空间，那更何况是今天。可是不要忘记，大陆应该有自信，就是说怎么讲呢？当年苏联可以把他的两个联邦，对，这个乌克兰跟这个白俄罗斯带进联合国，结果它变成三票啊。当然，那他自己是有否决权，那个是另外。但中国大陆今天也可以同样跟所有联合国国家讲，说今天台湾需要有代表性，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中华民国的一个，但是这个并不表示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啊，而是一个整个中国的大中国的。你说不就叫中国台湾嘛？哈，对，就可以叫中国台湾。那。当然中国台湾我们可能台湾不会接受，如果能入联合国的话 why not， 不知道，这个就不知道了那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乌克兰进入到联合国，我们都知道进入联合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嘛，那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绝对不是独立国家嘛，在这个1945到1990年之间根本就是苏联的一部分，但是大家都认为他是有投票权的，是。那你会认为那个时候的苏联、那个白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是独立国家吗？不会嘛，一定是认为他是苏联的一部分。那同样，如果你今天中国大陆愿意做这样的承诺，说这个不代表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但是呢，他们需要有代表性，那台湾也可以进入联合国。这个就是叫做国协了，就是国协了哈，国协 的制度哈，那就看大陆怎么想。当然，大陆常讲说了，这个在考虑新疆啊，考虑西藏啊，什么等等，但这个两个其实不太一样。其实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北韩他希望看到是一个邦联嘛，对。那台湾跟大陆，那大家也有人提过中华邦联的概念，对，也有，对。所以如果说是这个邦联的概念，那新疆是中国大陆的这个里头底下的一个自治区，跟台湾的地位就不一样，不一样，对，所以其实是可能朝这个方向是可以区分。但是你知道，大陆根本这么大一个国家，对，到现在为止是所有世界大国里头唯一不是联邦的哦，我们不要讲邦联哦，对，哦，你如果看任何大的国家，是应该土地大的、人口多的，对，大部分都是联邦，
哦，除了亚洲的日本跟印尼之外，是你看我们看印度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大的国家，德国、加拿大、澳洲，啊，甚至巴西、墨西哥、阿根廷都是联邦国家。那大陆今天连这个中央集权到一个地步，连联邦都没有，所以我们要去谈邦联，大概太早。这个很有意思哈，因为中国大陆这套体制啊，十四亿人口哈，一个一条边的这样的体制啊，其实这里头要有花很多的行政成本啊，在特别是各地有不同的嘛，特别你看少数人少数族群的地区，没错。但是呢，当然他们也有人讲了，事实上各地的自然而然的多样性也存在了，对啊，所以他们有一段时间才所谓的令不出中南海啊，讲的是地方自己搞自己的特色啊，这个背景也有了，也就是说它的地方的自治的各自发展它的特色早就存在哈，因为你去想不可能一套制度十四亿人从中央到地方，从这个北京紫禁城到这个地方的文学馆末端啊，能够完全一致，这绝对不可能的哈。他自己本人会去想办法去改变，只是说制度上来讲你还是要维持这套，而且大陆还有一点，他是党跟政哈，等于是行政双元呐。对，实际上现在有很多是重叠的，很多是重叠啊，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但是这套制度，已经目前短期间来看不太有改变。所以两岸的关系其实现在看起来哦，没有两韩的关系乐观啊。我们讲的乐观不是说什么，而是没有不是终局的，不是终局，而是和平和平啊。那台湾如果说持续挑战这个这个统一的底线，比如说希望走台独的路线，那未来会有比较大的冲突。但是南北韩之间如果现在金正恩不再这个试射飞弹，不再进行核爆，是那也没有在这个两个双方的这些岛屿这个这方面上有些争议冲突的话，那其实应该是朝和解的路上走。对，那么在和解的路上，我想刚我们这两天节目也谈到，就是有关将来朝鲜半岛的经济前景，韩国就亚洲四小龙当年这样子曾经落后给台湾，现在韩国已经进入到已开发国家的叫 G20 里面的，也是 OECD 的成员。OECD 的成员哈，那么当然韩国也会非常希望能够借重于这个朝鲜半岛的和平跟北韩的人口红利哈，还有矿场的资源哈，能够让经济啊更上层楼啊。那么金正恩啊，如果行程没变的话，今天结束了这个跟川普的会谈之后，他明后两天将会在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啊。那这个国事访问，大家都说啊，最重要就是要看越南模式啊，是不是能够为北韩之能够所用啊的一些方法啊。那这个不只是，所以他这一趟下来，坦白说了，也是一个多功能的哈。而且我不是只有跟川普谈。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当川普说用越南当做你的一个发展模式的时候，就基本上就愿意接受一党独大，对啊，一个独裁政权，是是，然后并没有任何太多的自由，自由民主等等啊。那我觉得这个是金正恩说啊，假使我今天能够往越南这个模式靠，我的政权不会被威胁。对，那过去我们看到美国常常用人权的议题，用这个民主啊，要推翻，要推翻的。那可是他都是选择性的了。对啊，选择性。他现在对这个越南对北韩哈，他不讲人权嘛，对，但是对委内瑞拉讲得很严重，还有是碰到讲台湾问题就表扬台湾的人权跟民主来给大陆看，这也是他的另外一套打牌啊，这个颜色啊那可以随时的换哈。好，那现在当然金正恩这一趟我们刚讲哈，其实这一趟下来第一个至少好几个我们看得到的啊，第一个是他祖父啊，1958跟1964年啊，出访越南一样的一条路线啊，这个在对内宣传上来说啊，可以得到这个政治遗产啊的继承啊，这应该是很明显的了。哦，我觉得金正恩哦，你看他的整个的装扮，真的是跟金日成啊是很接的，所以他是直接跳过他爸爸啊，就是来重新塑造金正日的一个形象，那当然包括他的行程，包括他一些谈话一些动作啊，都是学他祖父的，没有错，这是一个部分啊。那么第二个呢，这个跟第二件事情就是跟这个川普的会谈，那现在没有协议，但是也没有撕破脸哈，继续往下走嘛哈，那当然他眼前可能会希望争取的是不是对于经济制裁，如果美国不能松手哈，那是不是美国可以对南韩跟中国对
北韩的经济上的一个这个开小灶啊，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这也许也是他们互相的一种默契，也不一定啊。那第三个当然就是他明后两天要在越南的官司访问啊。那现在最大的谜题就是他会不会去参访这个啊南海的三星啊，在越南那个所谓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工厂啊，因为他如果去三星访问哈、啊，这绝对有象征意义。对对对，当然。哎，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川金二会差不多啊，到今天就告一个段落了哈。那么我们明镜电视从昨天开始啊，那么一连这个两天呢、啊，这个在用亚洲跟美国这样两边的时间呢、啊，不断的串接，那么可以说进行了一次长达20个小时的一个直接的播送啊。那么要今天节目就先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谢谢严峥教授辛苦了，两天都在我们节目现场啊。那么我们下回见。Thank you.